充一下人气。对啊，好，我就边画了哦，哈，打开了。没关系，你们慢慢来啊。那就跟同学说，同乐会那天带作品过来哦。给老师带回去了。框的不要带。框的自己有表框的自己带去，当天带去。好。脱皮的拿过来的。脱底的。脱底的拿过来就好了。好，没皮的拿过来就对了。好。啊，装框的自己搬。带一点。那我就这样说了。你有生长啊，然后我们都还是成长，慢慢的人长。对，就是这样子就知道你有没有成长。哦，这张等一下还要染呢。还要再染一次，因为我们一般不够泼彩哦。嗯。泼完就是春晚之后还要再染一下会比较好。那就是染彩色。染是染墨啊。染墨，对啊，然后再继续着色啊。哦，等一下啊，这个泼彩本身只是加重它的那个色系，让它比较亮眼这样子而已。讲啊，老师，你9点半早上就要去布置了嘛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表方他们9点早上就可以带来哦。就不要炸吗？好像10点就可以了吧？10点。其实他们大部分都是11点才去布置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要啊，我到时候再。我在想，如果说我真的要在那边卖春联会好的话，再说啦，我还没决定呢，我考虑一下。我们暂定10点啊。因为他们要带有表框都要带去，要早上几点到啦？曾国成老师，他们有人在卖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卖什么？那不是做的什么树枝啊，什么东西哈？做的什么项链呐？啊，衣服啊，有人在卖。哎，我就现在还想到，嘿。
我知道啊，啊，我就想说，我已经很久没有这样。戒指啊之类的，嘿。哦，啊，如果那天刚好没什么事的话啦，就来热闹一下。现场挥毫吗？对呀。嗯，老师，我跟他们同学约十点哦。好，先约十点好了啦。他们带小峰的作品。哎，要有人早一点来呢，为什么？十点不是通通十点来，那你要总要有人布置啊。他不是下午两点才开始吗？如果我有活动，我会先告诉你们啊。如果你们有空的人，就可以先来，好不好？要。啊，如果没有的话，下午两点才开始啊。啊，早上先布置啊，布置完要回家吃饭。要晚布置啊，回家吃饭。对啊，就在那边吃啊。吃完饭再过来啊。在那边一起用餐啊。我们也可以一起出去吃啊。我们家里太多了，要回去吃饭。哦，啊，反正就是以前我们都是这样的，有空人要留下来就自己就约约去吃饭，或者在那边吃便当也可以。嗯，好吧，就一天的时间而已，这样。啊，对，有很多摊是卖东西，对了，我现在想到。但是那个卖完的所得不知道是谁的，我不知道了。当然是自己的啊，交给别人干嘛？这个要不清楚，我不知道。那没有，这是都是我的啦。哦，全部拿了。啊，志雄大哥，我都欠债啦。哦，我欠足钱。你欠千万万万万，我都欠到你两三哪里？郭台铭都欠啊，我无欠。哟。没有了，因为我们没有参加他们的义卖啦，就不算。对啊，啊，如果你挂一个义卖，当然是别人的啊。啊，我们就是自由的嘛，不想义卖不行啊，可以啊。哦，对啊，我细节我们卖完，我们再自己捐就好了。但是我知道有人在卖东西啊，衣服是不是？啊，他们烘焙的也有人在卖，那个卤味啦，还有什么东西也有啦。我不知道他们怎么算的，我不知道。啊，他们其他老师其实也有卖一些他自己的作品，如果卖得出去，当然卖啊。然后对，也有人在那卖。啊，你们也可以卖啊，你们到时候漂亮也可以标价啊。有人搞不好，搞不好有人会买，对不对？你那标价标上去，但是要标价一定要标光。啊，你要送花秀我？我今晚请你啊。啊，无啦，你讲你的图，对。就是我们写字画画哦，能够有人欣赏，又有人愿意掏钱跟你买，其实是一种成就感。嗯，不要吝啬自己的画出去，再画就有了。嗯，对。我以前也会有这种感觉，哇，这画真的是感觉是自我感觉良好，那个舍不得卖啊，哦，干嘛这样？对。靠着想吃饭的，那有什么不卖的道理？你不讲，老师你不讲，艺术家也要吃饭呢，哦。问题是家己舍不得，哦，我这个后盖唔知佫画出这个感觉，还其实是自我感觉良好，你讲过话。自恋呢？啊。后来，放久了之后，回来我看看，当初这幅怎么不卖呢？干嘛这么长？这些画比较丑的。越画是越好的，那搞来如外。我是说以前呐，就是回头看看以前自己的作品的时候，觉得哦，这个实在是不能看啊。那时候怎么会有人欣赏？奇怪。哎，有缘人啊，你知道吗？哎，那你会有这种感觉，那表示当然是自己会有进步啦。对呀。哦。跟我第一次教书法的时候，我真的回头看，哇，那个是有够烂的，我自己都觉得我现在。想要把它收回来，因为我每年都会印那个讲义嘛，我现在回去看那个第二本的讲义，实在是那个什么字啊，哦，那个，啊，人会长大嘛，也会成长啊，真的，那我点了你啊你耶。像你这么的教学相长，你教阮，你自己嘛是咧。嘿，我一样是教学，我若无教学，我可能无这个。对啊，一样啊，道理啊。进步啦，哈。对啊。因为我画的都比你们多啊，你看我改画都改多久了，对不对？我每天都在练习啊，你们只是一个礼拜练一次而已，所以我胜之不武。你们比较厉害。所以我们画不好是真的。我们故意画不好，那老师改是吧？这样子讲吗？
好，因为我们这边就是把色彩都铺在这边嘛，所以我们大概就知道这边一定要画一座山。好，这个就是定位而已啦。好啊，当然里面的山壁什么质感哈、嗯哦，你要依据整张的那个浓淡去调配。哇，你在忙什么？你看我这么小的篇幅，就要画这么细的，这根本光是全开的，你一定要精彩，并不是说要画得多细致啦，就是说精彩度要有一定的感受。哎，永雄师，永雄师兄，你看，哎，安尼画啦。老师，这个笔哈，它是专门在画眼山用的吗？这好像没有啊，三马笔吧？这三马笔对啊，三马笔哦。没有啦，我没有专门的笔啦，真的，我没有所谓专门的笔。有专门的手啦，我是确实是手啦。你卖给我们的三马笔哈，是那个白色比较米黄色的笔管。你们三马笔的关系啊？我袂好，你的三马笔笔迹较好，这支是干老的。今天就给三百块呢，一点七百块，你来看。因为我们爸妈都认为老师把好笔自己留着用，然后都是你的错。对，没错，就是这样。这样我们比较适合过去是吧？不一样，不是笔不一样啦。到时候我们这边会云海乱窜啊！是啦，手有关系的。老师功力是偌久，咱才偌久，对吧？三档两档啊，它上面写一点点，通常老师四点就收。哎，这样子怎么了？一二三，三层呀，三层，一二三，三层。所以我也画三整。你看了、哦、我虽然水线到这边哈，但是我故意不要把它画满，这样它就你就可以有另外一种想法哦。啊，你画满的话，表示说你可能就是只能画这一层山而已哈、哦。那如果你把后面画一些树上去的话，这一层蓝色淡淡的蓝色也可以当成是景深的一个底色哦。好、哦，所以这样整张画面会看起来比较活泼，不会死硬啦。哦啊，因为你们对这个坡彩还不是很熟，所以你们会很紧张，说我要跟坡彩画的一样。那这样子的话，你首先框架就被框住了。哦，甚至我这边可以变出一个小小的平台。增加它的气温，啊，虽然很小一颗啊，对不对？那真的一个悬崖在这里。然后这边种的树，杉树呢，可以稍微大颗一点。那我们在画的时候也是一样，你看我都是画这边。一堆，跳着画，哦啊，越大棵的树的话，你当然这个伸展的姿态就要越丰富，哦，然后这种杉树，不一定全部都画直的，
直的，但是直的要多一点，然后再突然一颗稍微斜一点的倒下来这样子，好，那这样这一颗的会比较有那个姿态，好，所以你不能完全都斜的，啊也不能完全都直的啦，好，然后近景记得还是要点上这个叶子。没有拿到的，这是那个我不知道。哦，是。哦，有这个我不知道呢。哦。这张，我这张又跟他不太一样。嗯。上次发的。因为我忘记我画什么了，哎啊、没关系啦。没关系。上面画完那就是没的，啊，这个是有，是吧？是啊。这个也是属于马鸭村的一种。哦，那比较远景，我们要让它很破的时候，就是很让它很模糊，先刷出来。那你刷的时候笔触就是要像一块一块的感觉。哦，你不是要去印了？哦，那边缘要再整理过。虽然很淡哈，但是这个边缘要整理一下。然后到这里的话，有没有接云海？所以后面就是刷下来，刷淡的出来。哦，啊，这个要小心，因为这个还没干，其实你画过去会有一点晕开哦，哈。然后这个都已经很边边角角，所以我们就搞不好我们会把名字写在这边呢、啊，所以就不要再画下去了哈、哦。两边要选一边。哦、那这个你可以再多画一层，在它后面的。你看这样层次就越来越多。简单的算一下，然后意境就出来。然后再把远的这个杉树呢摆上去。好，远的杉树，你看笔触，都跟它一样大，跟前景的这个都一样大。只是呢，它的越简单啊，越来越简单，就是可能就是一两点，然后勾一下这样子而已。哦，简单几笔哈、哦，不一定要接到这边，因为这边我们还是会有很多烟雾啊，哦，可能串过去啊，哦，你看远景的杉树，看到树头而已，那、啊、也是一堆一堆去处理哦。再检查一下，把这个瀑布稍微磨一下那个水纹。哦，你好，在这里啊？检查。什么？好 ，OK。所以这张的春先到这里，好，然后要拍吗？可以吗？我就直接把它燃起来啊。要拍一下。拍一下。好。